欢迎收看矮度 channel。 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呢去槟城的三味都，那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瑞浪那边。这里呢有一档炒粿条呢，哇，是相当出名的哦。你一等就等了整一个小时哦，可是呢是蛮值得的啊。所以说呢，很多人说来槟城呢，你一定啊要吃 Poday 啊，就是 George Town 那边的炒粿条。不一定哦，你们一定要来品尝这一档的炒粿条哦。价廉物美哦，又加上这边有一档新开张的哇百果王炒饭，也许你们要来试试看哦。所以说呢，新的观众如果没订阅频道，记得要先订阅点赞，还有开小铃铛哦，记得把这个影片从头看到尾哦。Miss， 你在这边卖了多久了啊？21年。21年啊？21年了。好久了哈。哇，那个更久。那你这边只是卖那个炒粿条、炒饭的，还有卖什么东西啊？我是粿条和炒饭。做粿条、炒饭而已啦。人家都做不来呀，还要多做，不能有自己的人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样子生意很好啊。
很真的是很细心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会把就是那个虾的那个里面的脏物哦，他就是还没有炒之前，他就会把每只虾的那些脏物都把你清理到一干二净哦，这样子你吃的时候啊，你不会吃到不应该吃的东西啊。所以说呢，我真的很佩服哦这个小贩呢、啊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口感啊。真的我很喜欢它的味道，真的是火候十足哦。还有一点哦，你吃炒粿条肯定要放多多的辣椒哦，才是你才会吃到更道地哦。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二道呢，就是白骨王炒饭哦，看一下，哇哦，蛮大盘一下的哦。首先呢，我就来试试看它的白骨啊。给的料是蛮多嘛，价格也是蛮便宜的。虽然它有炸过这排骨，可是炸的话它的肉也是还是嫩嫩的、哦。个人很喜欢那个排骨酱。吃炒饭的话呢，主要呢也是要靠它的火候够大不够大、哦。如果火候够大的话，还会炒得很香。很值得推荐的，虽然这一档啊才开不久啊，才开差不多整半年呢。所以说呢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为止。如果说你们没有尝试过的话呢，也许你们可以去尝试他们的这个炒粿条，还有这个排骨王的炒饭。其实呢，老实讲啊，如果说你们呢，从 Airport 呢，要去下去掏的话，你们肯定会有经过这个地方啊。啊，也许你们经过的时候，啊，可以叫司机啊，停去那个三维都那沙给你们试试看啊。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跑去那边试的哦，啊，只是给你们一些提示啦。所以说呢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为止。新的观众如果没有订阅频道，记得要先订阅、点赞，还有开小铃铛哦。下期见。